这里是海丰县城东区一个小区之里面，你看现在是晚上，现在都没什么人了。这里是一个市场，工地商市场啊。现在大部分都下班了。这里的疫情呢，就没有什么疫情，主要就是说戴个口罩就可以。这个是药店，这里的药店就很多，这里有一家。这里的摩托车有很多，电动车也很多，主要就是电动车，你看这个就是电动车很多。这里是卖水果，你看这个就是电动车，这国内电动车就很流行，你看这些都是电动车。卖水果货很多，这里大街上卖水果，这里的付款的方式就是扫二维码，不用给现金的，直接用手机转账。哇，很多水果。这里的人都是戴个口罩基本上就 OK， 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里是一个社区，一个街道，这街道都停满了车。你看这个没有路灯了，这里全都是停满了电动车、摩托车，哇，好多！
哦，黑黑的，看不见。这里就是晚上的像的样子。